大家好，我是 Masa。 这次我要介绍如何把小朋友不爱吃的食材通通变好吃。我在教小朋友的料理课时候，有发现很多朋友们不太爱吃几样蔬菜，比方说青椒、洋葱还有红萝卜等等。大部分的原因是这些蔬菜的味道。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之一是加热到稍微焦糖化的程度，把蔬菜本身的甜味拉出来，这样子口味变成比较容易接受的。最简单的方法是切成小块均匀拌炒。这一次我有准备很适合的油加热，它就是这一瓶，它是泰山金恒360盐旋调和油。它是天然植物性纯油调配制作，没有任何的化学成分，也有稳定性，各种烹调方式包括炒、煎、炸都很适合。这次使用这一瓶，我来给大家看如何做出来多蔬菜的美味汉堡肉，做法是很简单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做。好了，食材都处理好了，这些蔬菜的比率大家都可以自己调整咯，增加还是交换蔬菜都没问题的。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加热，这次我要用这一瓶，它是泰山金恒360盐旋调和油。这瓶油是结合各种纯油营养精华的调和油，包含 Omega 369，透过料理用的油分可以补充需要的营养。这次我要分成两段的加热流程，先把切好的各蔬菜好好拌炒到金黄色香香的状态，然后放入绞肉里面混合再煎，这样子做的汉堡肉本身不会有太重的蔬菜味道。好了，那么我们就继续做。
OK， 这样子就有非常好吃的野菜たっぷりハンバーグ完成啦。好，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吃了。那么我来就赶快切切看，它是非常的松软。其实这样子看的话，里面的蔬菜不是很明显的，因为半炒到有点金黄色嘛，所以跟这个肉一起加热起来的话，就外宽面真的没有很明显的。では、いただきます。我觉得这一种口味小朋友一定会喜欢的。这次我有加入很多蔬菜，但是现在吃起来其实不会很明显的，小朋友一定会容易接受的。好了，这次介绍的料理做法非常的简单，先用这个方式让小孩习惯蔬菜的味道，以后慢慢会喜欢蔬菜原来的味道。这个处理蔬菜方式其实不是只给小朋友吃的哦，很多料理常会用这一种技巧抽出食材本身的甜味，制作咖喱酱还是洋葱汤等等，这些料理都是利用这个焦糖化的方式增加风味的。很重要的是使用加热到高温适合的油好好加热食材，使用这一瓶泰山均衡369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如果想要知道详细介绍，请到泰山官网看看，希望大家多享受美味蔬菜，谢谢。